上周回来感觉怎么样？就回来有点就是回来当一个清新的自己，蛮习惯的，在那边浓妆艳抹，就是穿一些就是大牌子的衣服，然后回到现在就觉得可以跟自己的偶像见面，就是有点就是做回自己的感觉。那我到游乐园就会激动想落泪，真的，真的是有一颗很巨大的童心。是课堂的感觉，上课的感觉吗？所以我们来做一个随堂测验。好，那我若不会画，你会帮我吗？爷爷会那个吗？会救吗？哦，班上的班长众所皆知是叮推眼镜的管伟同学。那请问副班长是谁？哦，等一下，请以他的方式来作答，好不好？好，小玉、美环、花轮还是野狗是副班长 ？A B C D， 巧巧请作答。虽然我今天打扮得很像，你像小玉呀，擦了一个眼镜，你要拍照。还有，因为我很想要模仿野狗。我也是，但是这个答案是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环，三年四班的副班长。美环，你好棒、哦！对，美环特别聪明。到了美环，花轮就有点懂起来了。花轮，你还在啊？有人要跑吗？好。哦，哎呦，哇塞！花轮好爱心。年纪好小的时候就很常看，对，但那时候我不会觉得我是小丸子的粉丝，我觉得这小孩真的很欠揍，想法很特别，对，想法太怪了，然后有时候觉得他好吃懒做，就觉得说好像看到自己的一个缩影，对。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听到我妈妈说小丸子好可爱，哦，我说怎么会用可爱形容小丸子？就是个欠揍的小屁孩、啊。对。后来我自己长大，我就发觉说哇，因为他真的是每一个人小时候的那个模样。请问你最喜欢的卡通是？在这边说别的会被揍。樱桃小丸子。你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？小丸子本人。对，今天要亲亲啾啾哦。啊，你要看一下，小张要看一下哦，救命！哇塞，好可爱的画面哦。哎，花轮在后面说他也要跟你亲啊。花轮，真的假的？哎。花轮跟他索吻是不是？你们两个人亲亲就好了。那小丸子跟花轮亲，很活泼